你这是要纳他为妾？沈大哥有你真好。乖。哟，好巧啊，林大小姐，之前说好了一个月1000两银子，如今只过了半个月，就给500两吧。你就知道银子。人生在世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嘛。这没有银子，怎么能开心呢？怎么，林大小姐？你想赖账？小骗子，原来你这么贪财是为了他们。3日后我会给你银子的。多谢。我和夫君说话你插什么嘴？双儿道歉。我堂堂林家大小姐，你让我给他道歉？我只问你道不道歉。